超市夜总会，今日再度来到三条海清宫阎罗天主包公坐庙。今日节目是真笑亏，首先要来介绍这一位，就是乌面的中天联名会三公的关系。莫非你是青蛇 ？Shut up！ 倒手掐枪，尴尬拍粉丝，所以这条叫做粉丝枪。啊，今日坐着庄正介绍的买下公司要唱歌。我讲的是实实在在咯，我卡达是地铁头人。无东无派无市场买菜，他但是要求我讲白话，讲拢惊死人，做拢笑死人。拜托大家，伊即个要来参选到苏乡的乡长，拜托大家千万唔通等我伊。变八年才变现，难得要叫我选你的要求。要紧啦，你走路嘛是过一届尔。江湖传言江湖真恶人，但是对着王彩白甲彭顺哦，为何大惊细节全部都走精了？我内边穿迄个米老鼠的裤子。你今天是你跟刘传，你是跟江老师好像会跟刘友。你是引导，你是老师引导是还好啦。怎样？我先甲擦一下。哎呦，这玩意哈，我先甲擦一下。擦一下，刚好。现在擦，别那擦了，拍个拍片啊。不是啦，你这人那就无聊。不是啦，你想擦化料，你不这么被擦吗？别那么乱啦。咱台湾人的感情好歌，台湾人的全新好秀，拢变成银行的超级夜总会，唔通转台哦。欢迎收看超级夜总会。用青苔作会，耶！大家的 beauty 好不？哇！祝我向来用青大太极无？哇！第二回来到海清宫，啊，这算讲哦，咱算讲，甲这在地感情硬结合啊，真好。真是。每一年的出书出客啊，是拢大家咧祝寿啦。今天伊有一只 MG 马吼，哎，讲要来甲包公祝寿。MG 马来到现场，婆仔来个出列，连明月小姐来了。你拍者婆仔者哪有哩？我不骑马安尼，你感觉坐了有爽快无？真爽快。我开百五尔嘞。哎呀，你安尼睏啊，甲我切切啊，我规身躯淡漉漉啊。拜托，我唔爱再过只老的。喂喂，你想叫我老夫？啊，你老七人。叫我妹妹，我别在国宝呢。安尼哦，叫你妹妹哦。对哦，足无大无小，真招人啊，这个上不好。真的啦，嘿啊！人生做安尼，佫敢佫做这款代志？你嘛同款，人生做安尼。你举这白马鞭，唔是安尼输的，骑马都唔是安尼。伊就讲带马来啊！我带马来，我脚伸落来，我就脚手紧咩？带马来这里来。吃袂啦，是啊，是啊，发来来。来，马来，带马来呀！你讲几声啊？我骑马呀！你拢袂晓了，我来。骑你呀！来来来，换你。来，看我谁？换你。好，带马来呀！哎呀，水呀！好惊人的脚步！哎呀！哦哦！哎呀，太厉害了！哎呀！将军请下嘛！喂！喂！得奖！你有看过本尾无？本尾！你的本尾！你有看到无？我今日这一身行头，你给他看看，这个装备就应该知影我是谁啊！哎呀，我看得出来。你拍一只，莫非你是青蛇 ？Shut up！ 倒手掐枪，尴尬拍粉丝，所以这只叫做粉丝枪。你知阮大姐是啥物人？你大姐何人？阮大姐叫做关圣音嘛。一只小妹叫做关罗音。阿瓦拉西的歌已经在下下叫，对，要来甲包工作接受。哎呦，真正有影，准备 special 了。哦，今仔来遮算我第二故乡呢。哎呦，哎呀，我较早迄麦寮公路社。啊，对对对对。哈，是伫个麦寮。你我阿妈介汉啊吼，就伫麦寮咧做歌戏。你可惜你同期的嘛。是啊，阮两个同班呢，所以今仔日来个遮吼，真欢喜。我感觉你安排一出个歌戏来接受者。是哈。好，来做一出来包工。会关公，好啊！
好帅哦！啊，人家就是喜欢你那一只，这样的狼啊狼啊狼啊，搞我狼个鬼心骨骨的拢心花怒放啊！再赞啊！啊，你在摸什么？摸我一支啦！哦，你支有够厉害啦！你是何方来妖孽？哦，你虽然看我是有生做查某型，但是小女子却是一女人心呐。主口，主口是什么意思？主口就是叫你闭嘴。闭嘴什么意思？英文叫做 You shut up。Me shut up 哦。喂 ，I can do that。潇洒不？你是倒以来妖魔鬼怪？哎呦，你这愈搞骂我，来感觉心情愈好安尼。也敢对官某学袂来，赶紧报名受死！啊，什么受死？咱都还袂开始拜堂嘞，什么受死？你有看到无？我今日这一身行头，你甲他看看，这个装备就应该知影我是谁啊！哎呀，我看得出来，你拍一只莫非你是青蛇 ？Shut up！ 闭嘴！哇，你骂我瞎了！啊，你拢无读书，甲他看这個，你甲他看这只青蛇尔呀？你无看倒手夹枪？哈！肩胛拍饭时，哎呀！所以这只叫做饭时枪。哎呀！你拍安尼叫做饭时枪，是真正是好笑！哇哈！哈哈！哇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哈哈！无你是吹气听吓？我咧笑。下几波？你拍安尼叫做饭时枪。我若倒两支牛角，唔就变牛角歪咯。哎呦，牛角歪真是古锥，好爱你哦。喂，我一世英明，岂能和你这个小查某来咧甲我爱？哈，你唔知阮大姐是啥物人？恁大姐是何人？阮大姐叫做关世音啊。一只小妹叫做关罗音。对，也阮小妹叫做啥物名？你知无？啥物名？叫做关达拉美拉。嘿，关达拉美拉。啊，迄个关达拉美啦，关达美。奇怪，这个节目当时有签托，应该另外一个节目才有啊。这我伫阮兜炸来。恁兜家己炸来哦，不过才听。炸要甲你喊的。是啊，那阮迄个节目迄喊落较袂听。这嚣张哦，这是阮主意上的啦。嘿，来，赶紧闪开。袂瘾闪开。啊，无你是要安怎？我咧出招来嘛。出招，莫怪我刀下无情，跨刀。我一发，哎呀，今仔来走啊伊，你别走啦，俺来敲诈无你呀。来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你来你这敲诈无你啊！还好。我跟你讲啊，我唔捌看个娶某娶到这有够衰，衰到伊业业就要骗过来，我以后阁帮阿定着。嘿呢，我为着爱你，安尼你一干干在烧包工，我安尼无够乌，我为着要跑靠乌，我走去三条轮，迄海边啊，菜瓜皮下骹一直拍拍拍到变三条轮，六安尼你阁无爱我，你一干干在要找包工，我无成包工吗？你想啥？哎呦，我都无嫌你，你搁敢嫌我？为甲迄个面变做敢那斑马嘞！我甲你讲啦，今吼是阮小包包、小天天圣诞的日子，你甲我闪，我要来接收，你莫倒只甲我死滴定点的。当然，你甲看安尼徛来无大端，这螺丝栓，小丽丽小甲二高明，我唔捌看这查某，我有够衰衰衰衰衰衰衰，出门我食菜龟，我来穿着你，真正讲。我安尼无够哦，注意啊！我安尼拍这三条轮，你有看无？这样有无？国道一号、南二高、七十八快速道路，三条轮了。我想要甲分林管政府讲吼，用你这支面来做伊的路标啦，安尼就表示讲看到你就知影三条轮到啊。我甲你讲，我要来甲包公讲，讲你精神出轨。讲我精神出轨。想要讨客兄，我要来包公面前告你，要来伸冤。你较注意，大家拢在讨论是，你较水气，我抓到。行。相当。
元帝，你为何来此？包兄，今仔日是你寿诞的日子，要来恭祝你圣诞千秋，千千秋。感谢。但是有一件代志，哎呀，包兄，你安尼管阿爹无好，我伫咧山顶的时阵，竟然撞到一个小查某，将我的青龙偃月刀夺去了。哎呀，为何管地里的青龙偃月刀去用夺走？是，到底是何人？听讲是一只崩尸枪的。崩尸枪。是。这只乃是三条轮上界枪，连我嘛无法度。哎，崩尸枪，崩尸枪，食崩拢也枪，加两股，加两股，骗到一支大关刀。哎，十字块来给你切落。啊，你这小杂哦，一支关刀给我拖了四过袖。Shut up。那是你自己弹出来哦。有下来是我咧讲的，为什么你口气一直讲呢 ？OK，No shut up。OK。哎，恁两位到底要我讲？啊，换好你讲。我包大人，你讲。彭启贤，是。你何抢走阮官地官道？是因为我足介意伊啊，伊就特别出来，哇，功夫外好呢，啊，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人家看到他一直转，人家就心花怒放。乱来！就算过你介意我现地，嘛袂用用唱的啊。我无唱是弹过来。我们来看刚刚那一段精彩的 VCR， 请看。看我一发。哇！哎呀，是弹给我。哎呀，真正人他就要弹给伊啊。你为何要弹给人？我因为我生作这么厉害，我自责不掉，所以我才将我的鸡弹给伊啊。嘿，哦，你真的是真正有够恶一个哦！你把关刀当作标枪，我咧刚才我接袂到，无叫人家把你抬掉。啊，无你到底是要嫌我？没眼！哎呀，是讲这只我嘛无伊法度，把伊的老师请出来。把伊的老师包大人喽，包大人 ，Kevin 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你干嘛动呢？包大人。我今日有够衰去找到一个菜鸡，好客，逐天都要来找你。我是讲拜托你甲我处理一下，我这家庭的代志真歹处理，我唔捌找过像这个安尼，你甲我处理一下，包大人。又啥啦？换我讲。恁家内拢咧讲啥？小包包，你敢知影我偌尼啊爱慕你？我呢啊敬爱你，人我拢写情批予你呢，人我写讲我富啊我富，你是长女啊我是花妇，人我一苦拢最惨，你真久无来甲我撸，我无单看你是要做人差甘蔗，是正汉子。主跳，主跳，报告白大人，我是什么白大人？白大人，包大人，人讲吼，迄啰。某若咬，翁就免出头；翁若咬，某就等着咬。今日吼，我就找到一个，拜托你给我处理。你甲看徛咧这个形，安尼大家就要孝顺包大人你。我这个做翁婿要怎处理？包哥，这两个人如此的放肆，更加赶出去啊！恁两个敢当暂时退下？恁作菜敢知影？退到我脑神经衰弱。你头个听哦，我先给你处理。哎，给他剁开拢袂听，包哥。赶紧处理我迄个官道的代志啊！我拄则有讲过，真正是三条轮上称的，含我嘛无法度，请伊师傅出来啦。耶稣是啥物人？你边啊徛两个少年啊，你是咱定定的王爷，是不管是那种神明，你会通嘛？你甲这个阿凯啊。看卖啊，到底大问题出在倒位？是安那唱这么久啊？都安那搁兼一个什么物件呢？哦，安那唱啦，唱啦，唱啦，唱。哎呦，有无命在跳了？哎，你点在手表顶头啦。好好了。老公。赶紧处理我迄个官道的代志啊！我拄则有讲过，真正是三条轮上称的，含我嘛无法度，请伊师傅出来啦。耶稣是啥物人？阿弥陀佛！哎呀！哎呀，原来是东哥啊！包兄你好。东兄你好，今天喜红包兄圣诞千秋千千秋，
三中无啥物别个物件，只有寿桃一颗，献予你献上你。但是今仔臭生意相约，作家底下包咧。感谢，有这个心意，我就真欢喜。是啦，安芳啊，啊，有发生啥物无好代志吗？哎呀，东哥啊，我去青龙宴月岛，听讲去哦，你的七大提去啊。那不是我的七啦，啊，不是你的七啦，那是我的多疑啊。啊，是呀、啊。是安尼，这位多疑扰乱人间，为非作歹，作歹实在是真歹势啦。嗯，当然个人做嘅，个人担。我家己的土地，我家己的收获，你瞧好。哦，厉害哟！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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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哎，厉害，厉害，厉害！嘿。你这破洞没法造书跑船，下来！不小激动，师傅啊，管你啊，多谢东哥。树林的那插在有诶无诶代志，迄是我介说树林的恩怨。你错了，伊足厉害，足够介够人。我叫你好好修行，你竟然在扰乱世间，真歹势！我将伊打回原形。卖啦，师傅啊，卖啦！哦，哎哎，好。反正叶冠英就是安尼，结果嘛是冠英。喂，冠英就这礼拜。哎呀，感谢东哥。不用客气，今天专工来恭祝咱包兄圣诞春秋，春秋啊，圣诞秋，圣诞快乐。我话这出戏，若无叫个正常个出来，讲假半话话。是安尼吗？嗯，那拢不正常吗？哎呀，规桌拢拍拍，敢那这个中天个正常来个拍一个破话嘞哈。是哇，现在是咱三条非常优秀个演员。我嘛袂歹呀，三条轮啊。我一定要来介绍个正常啊！来，一起来欢迎庄振凯、秀兰、玛雅。千块。
这两个我好好介绍的，这边这位秀兰玛雅，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是，入围几次金曲奖？14次。得奖几次？1次。1次。礼拜。谢谢谢谢。得过金曲奖。庄正凯阿凯啊，入围几次金曲奖？入围目前是0次，报名目前是 N 次。哎呦，报了 N 次，入围0次。对。问题来了。两个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对吧？我1999年年底。哦，我2004年，差五年，差了5年。对对对。但是做舞差真济。是。秀兰玛雅这么出去做暗会，一场10万块起跳。阿凯啊，出去做就做场6000块起跳。喂喂。我喊你，我喊你借啦。6000块又未歹啊，阮一个朋友去做场，爱给人10万块。啊？无人要给上场。这是安怎？哪个但机会变变就唱歌拢真好听，但是会差小看呢？嘿，问题出在倒位？倒位？技术无问题，是；啊，都机会无问题，是；人缘无问题。哎呦，欠一项。出在哪里呢？多几项。欠一项，欠一项前辈加持。哎呦，对吧？赶快，没有碰过的加持都。来来来，不，我无够的。那边的，那边的，来来来，讲到加持呢，卖讲到伤过狠，送你两句话，一个加油，一个坚持，你就一定会赢咯，叫做加持。你叫做废话，都是要一个前辈歌手，给咱提示，给咱照顾。对。伊那安尼给带一个，讲一个，啊，这个唱片用对唱唱一个啊，好些个。你不要像江蕙跟施文斌这样子。对。无江蕙变那种施文斌。对啊。那时候就红起来了。无林书龙那种罗时丰。对啊。嗯。无冯恰恰那种许孝顺。对不对？不然。所以今天去安尼啦。今天为了恁两位阿伟阿凯啊，是特别咱邀请一位，我是为咱大哥，大哥级的人物，甚公是本店的这坐垫的这个王爷，所以会提携后辈的。你看这个，哎呦，来叫姐停车位，尽量不要站到那个位置，好，停过来，叫姐停车位，我请你出来给恁加持一下，哎，这位逆上请了。快，开始！少年呢？快，迄个就我的面路的挡啊，给他打掉嘞！快，这件代志交我处理。你看孙啊，甲彭的迄条小辫要怎处理？看你安那处理，我就安那处理。我马上来闹人，闹人来甲因两个回事嘞！我跟你讲，阮大爱是实实在在拢无卡达是地铁头人，无东无派无钱通买菜，卡达是地要是我讲白话，讲拢惊死人，做拢笑死人。拜托大家，伊即个要来参选到四乡的乡长，拜托大家千万唔通等我伊。靠你啦！你卖算啦，还要改一个尔。哦，你叫小外处理。顶个算的位就负责我这。都对唔啦，变八年才变型，人你都要叫我算你的腰酸。赶紧拿你的走路嘛，是过一届尔。你是变走路啊？我阿都有一届变起来走呢，我就变掉。我刚上一道街，我怎么放伊？我讲，赢伊啦！来啦，我来扫你，破你去啦！啊，起啦！叫谈趣味，不敢消愁，无人点我来露嘴。叫咱的手提粗重的家事，咱欠累累也不敢歇一口气。阮是命里无幸运，别人做工也有保庇。因为厝内，阁有某仔着爱
先知恁的笑容是我唯一的安慰，明仔载就继续拼落去。为着一线之短期，代表咱全国同胞敬重的一位歌手，一路后背拢翘好，想多想有多，你平啊，一鞠躬，再鞠躬，再鞠躬，好啊啦！这是对你心碎，好家在无甲三鞠躬。最近人身体歹个安尼，啊，都常常咧心脏安尼喘咧喘，啊，个你一直讲咧。使使，迄香要插到位。你先买，我买来。伊咱就是咱这个海清宫，咱的包，咱的包公吼，会大圣，但你买安尼常常咧。知啦，知啦，知啦，我意思是安尼，身体是倒位啊欠安呐，倒位啊，不倒有较大哦。安尼会食，迄个杨丽讲的，安尼会一个嘴巴都免大，无是安怎？伊个名叫做杨丽，不是杨丽。你怪啊，差半音名，你跟我咧计较。李登才甲李登辉差一字，你看差偌济？我有影啦，一个李登辉总统，李登才无毛。包公大人在头前，你今晚目睭金金向着伊，伊会甲你加持，互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你唔免去拖 CD， 爱去迄个夜市啊袂？我还是去咧做宣传，我无安尼做宣传袂使啊。你捌看到人安尼？对不对？家己安尼 CD 拖咧椅啊吐咧安尼。我求你安尼真死后诶！你捌一条条将我。伊个拖哪有夜市起来？我示范互你，你去夜市啊，经营这款精神，大家值得学习啦。哎，即摆无人咧买唱片啊，大家拢买咧啥物？现在咧网络下载一个，你有无？但是咱阿杰的出唱片就足厉害，吼，也是啊。哎，椅子来了。哦。你说顶礼拜变250张。不要安尼啦。咦，阿杰啊，去也是啊。嘿。无坐轮椅。一个头啊，阿伯佫加一台菜篮啊！连线，慢步，连线，快啊！来，你这叫兵没点过？加，伊嘛要点好。世间情内底一个女主角，郭佳佳。叫我要怎啊？郭佳佳。我们是彭佳佳。你是郭佳佳，甲彭佳佳差侪。郭佳佳像个你知嘛？郭佳佳都郭佳佳，因为郭佳佳。郭佳佳是剧中的名，伊本人叫啥物名？我哪知？我唔晓得阿杰啦。你边啊徛两个少年啊，吼，一个少男玛雅，少男玛雅，这个我知啊，这个即马木主情足清，比我较清啊，知啦，清啊，我爱去安尼啊，我嘛为着一升级啊，为一升级。好啦，阿过来，那边个杂波，哦，迄个阿凯大哥，阿吉大哥，多多指教，我嘛是为着一升级诶，庄正凯，阿凯。你好，你好，你都，你都因为你身躯特殊，你是咱定点的王爷，不管是那种神明，你会通嘛？哦，有当时啊，你会一条一条通。我唔是会通，我是有经验尔，我乃通。会啦，会通啦。通注意到我，直到我做，我人我得锁匙在做。你若无通，
两天都要看医生啊！啊，迄真严重嘞！所以你甲这个阿凯啊，看麦啊，到底大问题出在倒位？谁啊？唱这么久啊？都安尼个检查啥物物件呢？哦，唱啦！哎呦，无咩咧跳咧！不然你垫咧手表顶头啦！无啦，我无咧看啦，我爱讲吼。咱这个海清中包工作兴，我迄个零签甲我提来，好不？零签，我迄个零签吼，啊来零签嘛，零签来，零签。啊，这是你抽啊，伊抽，你抽哦，一般不是拢来门市的抽。系啊。哎，有零签不识话，挂中有名，抽签点算命，哎，来抽起，来。好。啊，这个狗哦，啊结塞。哦，你两个生得遐像啊？结白你耶？啊，那无像。你伫无看，你伫老花眼伫遮啦。啊，伫遮。诶，少年嘞。好。你抽这个签，目前来讲，心事重重嘞。心事有啦，有心事。足想讲，有足侪话要甲恁阿母讲嘞。有影啦，因为我起来台北吼，为着安尼唱歌奋斗吼，嘛为着真正要赚一仙钱安尼啦。哦，安尼哦。系啊，啊，心事。啊，唱足久啊，拢无红呢。对啊，啊，所以吼，变成讲，唉，心内嘛会郁卒啦。安尼我跟你讲，安尼你啊唱一条吼，跟妈妈有关系歌。跟妈妈有关系歌。嘿，从你要甲你讲的话吼，是。要甲你妈妈讲的话吼，为这条歌甲唱出来。安尼你一定会红哦，但是假啦。安那请教一下，好，许孝顺迄个民工我都解决。假啦公，为什么我甲阮岛人拢生得无同款？我是为岛来。那所有问题我拢负责来解决，是你这个民啊。只有能力可应用。什么能力？口角。我行较过。诶，世间情大家有看无？世间情。哇！哦，今麦应该都有什么人知影无？杜瑞峰是好，还佫好人啊？歹人我嘛唔知。伊安尼变来变去哦。我伊不点蒙在人个呢。哦，你个性变化多端。来，就叫朋友要点歌。加。嘿。叫一个妈妈要点歌，伊讲伊逐天八点。拢调伫个电视卡，为着要看世间情。是。哎，今仔要点一首歌，要送给内底的主角。好好。一声爱。一声爱。要送给什么人？杜瑞峰。一声爱要送给杜瑞峰，因为伊爱情无顺利。这首歌阿凯来演唱，好不？是。好。感情给用出来。来。好。一声爱送给杜瑞峰。一声讲爱我，为什么就爱受尽思念的折磨？我用血汗真水打，将人生为你活，因为我是你的生命。叫出一声你的名，咱为何如今人生的路随人走？虽然你将我的爱放落土脚，因为伤心也不愿。虽然你将我的
实是杜瑞峰伫咧八点钟世间情内底做舞，爱来爱去爱袂着。你这八点钟剧情哦，曲折离奇啦，真的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哦，佫有甚物人要点？点点袂着的，伫遮，无点着的，来，伊嘛要点好。世间情内底一个女主角，郭佳佳，郭佳佳，点我要创啊？郭佳佳，不是郭佳佳，我跟你讲，佳佳，郭佳佳，甲彭佳佳差侪。郭佳佳像个呢？你知吗？郭佳佳就郭佳佳演的，要郭佳佳。郭佳佳是剧中的名，伊本人叫啥物名？我哪知？我唔晓做阿杰啦。曾婉婷啦。哦，婉婷啦。郭佳佳今麦干哪？无拄好，对不？她是个坏女人，但觉得她很可怜。啊，对吧？我要点这首歌献给她。叫做什么歌名？新买的再会啦。新买再会。郭佳佳是安尼啦，内底演歹查某啦。啊，但是尾啊，啊，咱的电视剧一定尾啊，歹人会拄到歹结局。我知啊啦，迄剧本唔免阁讲啊，都来唱我歹人拢我啦。真的吗？你是歹人吗？对不对？来唱我歹人拢我啦。哦，系啦，邱云，邱云，邱云，这拢唱我男女主角，刚刚我搁唱我歹人啊，对啦。你唱我郭佳佳的歌啦，叫做《心爱再会》。因为我拄只吼，敢那地袂使去哩。为着要配合你吼问题吼，啊，阮咧合音两位唱到哗大声咧。所以你嘛吼，你嘛合音，麻烦你嘛出声。好，阿来喂。好，哎喂。哎，你还恁输，你还恁怕？哎呦，三爷，是的，一切拢是我唔对。一首情歌，我
今日当个顶手一届。安那讲？因为我拄只吼，敢那电未使去哩。有无？我电有去哩无？有啊，有啦。有吗？有吗？有吗？不，为着要配合你的吼问题吼，啊，我咧合音两位唱到哇大声嘞。今麦就来，今麦就大家讲，哎呦，王彩华当时本来最爱念个唱歌，哎呦，尤其是一个。什么意思？布丁的性命哦，哎性哎，结果哎，迄句你讲我对嘴无啦，人我唱咧，我唱。安尼不要紧，安尼不要紧，安尼有缘，安尼嘛吼，安尼嘛和音，麻烦你莫出声。喂，喂，海林叔，你安尼怕？哎呦。是的，是的，一切拢是我唔对。看你真诶，你最近欠我者，你搞我话。你来包大钱，不完。喂，来，我你讲，是你为富贵开始。虽然说，虽然来来来来，虽然好音卖出声哦。世间的变化，我也将你看阮心肝。人生路途亲像梦一段。脸都好看嘞！哎妈嘞！哎，你是来作秀的哦？哎妈呀，奶奶！哎，我内面穿迄个米老鼠的裤子。哎喂！哎，我高水无人，我米老鼠的迄个。没啦！哎，囡仔长得不歹呀。你今天是今年的，你是跟江老师好久见面了。你引导是老师，引导是还好啦。给你几次是吧？老师呢？这贵偌济？大家呢？脍炙人口的歌啊！太专业了，坚持，对不？我问低，我问低。未婚胖，未婚胖，阿哥有。爱情牙齿，七钢。你甲看，大家拢知影嘛，所以你甲伊唱会紧张呢，未紧张？其实拢唔知影呢。彩华姐其实是歌手出身的呢。彩华姐，你讲我好，讲我好，你们听这彩花姐。你是台湾国语就严重采花贼，采花贼，采花贼哦，采花贼，其实是歌手出身呢，伊有唱过出来过来点唱片，是，佮不只跟伊佮唱点佛歌，佛乐，所以你今麦今仔是要请江老师佮你鉴定一下。对啊，你看嘛，我有迄个机会会当佮你做位合唱啊，不合唱，啊，当然有机会。其实我嘛早了就想讲要甲伊做创一个，哎呦，嘿呀，啊你也甲恁头家讲哦，好子头家交代者。免啦，其实因公司呢有一个妈做播出来讲好就好。哎呦，真的吗？这尊非常重要。是谁？一起欢迎崩水魔。
我现在就个大嘞，来阿公阿姐来到位，哎呦，你个看嘛，那是阿姐哦，谢谢啊，你在安个保养的保养，个起码伊吼六岁出道，起码个六岁差不多啊，大岁啊，拢无啥变着，六岁都快用啊，是啊，是啊，我先个擦一个，哎呦，哈，我先个擦一个，擦一个人够好，现在擦变哪擦啦，太过歹听啦，是啦，我先个。你这人了，你就没良心！你竟然擦化料，怎么这么会擦吗？没那么乱擦，你是我搞糊的啦！我搞糊的，对对对，搞糊的啦！最近血压较低哦，在贫血。卡卡，啊你卡啥喏？你卡啥喏？阿姐，卖掀起来了！我打个团油膏，打油膏打到要拉起。哎呦，你打个关掉哟，我给你打好。你关掉，不要紧啦。先先转啦，先转。啥喏？我顶礼拜来厝的啦，唔知阿哪公跋倒。去领导哦！啊不，不是不是。你头上那么气都大了，没有头垂香嘛？我不会。先那跑到人家人好人，阿唔好我行要行。阿婆，你行路行到无尿垫，你尿掉啊？哎呦！因为行路上班嘛。哎呦！主动扔卡哦。主动扔卡掉啦掉。主动扔卡。你都要个表演一摆，奶看喷水管，阿那掉伤诶无？来呗。阿你行路。阿你行。行，这个无注意哦。你看，这人连跋倒都这样骂人啦。是啊，王彩华，拄仔咧学看麦。IQ 哦。我看他在跳芭蕾。哎呀！你也跟他打着钉啊？今天遇到咱包工作啊，吼，阿我啊擦着伤，赶快来只龙眼甲乡亲见面呢，一个拍着波来好不好？太感谢了，谢谢，要不要惊喜？你讲爱经过马祖伯的同意，哎，马祖伯，我有迄个机会，甲迄个江老师迄个合唱一个林刚会当出一个专辑。可以啊，你唱的好好哦。你刚刚根本没有在听。有啊，我刚有听啊。啊，真的吗？我拢唱有起哩啦，真的你讲唱无起哩，我连半天不耐的听。真正有唱起哩吗？起哩拄啊好，拄啊好，嘿，没消气拄啊好都好啊。这摆是两只小娃在讲话。阿姊啊，你的主人就好。哎，他在后台在化妆哦，我想哎，奇怪，这个是南台湾小姑娘方婉珍，够笑的呢啦。茶碗贵啊，方婉珍。茶碗贵。哎呦，吃不起。哎呦，所以咱呐不是讲来崩水，我听伊讲话拢袂老外。是，我跟你讲，哎呦，我有精神的啦，那好，奶一个吼，真正都。跟他充电的。嘿呀。把电力都扑倒起来。啊，起毛起的 spring 啊 ，spring 样意呢？不是，你有奶一个，你有奶一个。啊，顺子。哎呦，这三更免困，我只拢惊起来。空哥。我来辛苦。你是不是尿遁？为后尾门走，我煞唔知。不过真的咯，写歌写到一半，精神无好，卡电话机啊，马上充电。为电话内底嘛听过充电，是，马上个精神拢起来。哎，这比焦头白爱好好更加好。喂，阿华子，你最近无用吼？你也无用吼？是呐。哦，你看，哇，马上写歌，节奏好啊。天光都免困啊！是，阿五阿四讲你会使出唱片就是会使出唱片，无问题啦。感谢，挂得足红啊！哎，阿连你连你去包工作遐求看有无？哦，咱遮无简单。细说台湾，咱什么台电视台，细说慢慢来遮拍出。是啊。我拄则有去包工遐拜拜，甲后壁地藏王菩萨、甲观世音菩萨，我拢有拜过。安尼哦。哦，一声登去吼，哇，愈来愈清。金光长长棍。大家我拢叫来甲开演唱会，安尼好唔好？好。哎。好，我准备点歌。别点什么歌啊？人生咯。哦，赞。哦，江志峰跟王彩华唱吗？不，我这条是原本是这个阿五阿姊跟高向鹏唱的。哦。因为大牌歌无来。高向鹏哦。高向鹏，对对对。你当个大家蛮要经历，对高向鹏拜家呢。你写歌你就唱懂。你莫在讲。对不对？高向鹏什么？呸！对不对？江志峰万岁！不，我已经做一个敌人啊！莫来个木人。我无朋友。跟你两个唱。对，好，谢谢。好嘞，江峡谷的人生路。好，准备好心。
袂到日头时，一切靠自己。乱谁人知？人生路苦茫了解，情义难舍，运命难料，坎坷人生路有缘爱命。歌有够好听的，我记得我就好听的话，所以写个真好的话。对咩？要经过江老师的加持，彩华。阿伟，你出八张唱片，卡输一个写一条歌就好。真的啦，捌看这个小怪老师有样讲赞美无？你的镜头出在倒位，一位倒位给你变成下腰，你规个拢好起来。系啊，哎，我先来看麦。你先来。啊，首先你要给你卡上背一只 Mickey 个贴条，你的人生会较快活。不要吗？哎，变个很嘅。我甲孙阿爹那里演伊嘛，你有演过？唔捌嘞，唔捌吼。哎，唔演过，咱来演一出戏好不？可以你哦，哎呦。好不？好不？好不？而且我叫姜志鹏做男主角，黄华去做女主角，好不？哎，真好，一定好。一定不要太古了，对吧？我安排角色嘛。哦。你就是牛上片嘛。OK。你叫英达，啊，你演你都。我演啥？银心，叫英达的早干啊。银心，银心。啊。我哩爱干呐，我爱干小姐哩，你小姐爱干我。喂。这两个高兴，我这是正常。咱今仔是讲王彩华到底是得到到位。好。我希望现场朋友即卖点一条，和王彩华唱。个人唱哦。哎呦，你讲较早我哦。刚出道的时阵啊，我差不多因为我驻唱的嘛吼，所以我把的歌差不多三万挂掉了。哇，这个好赚，这个好赚。哎呀，但是有的一支，有的一句啊，无啦，无啦，开玩笑啊。但是即马吼，可能吼较袂记，因为生两个嘛，哎呀，啊，所以当人家一挂挂拢会较袂记。弟弟退化去，尽量卖点伤困难的啦，好不好？来来，都位都位都位。迪迦迪迦，啊，Bobby哦，Bobby唱过啊。不啦，不讲话啦，还袂讲话啦。这有一位，伊讲啊，伊自细汉听彩华姐唱歌唱到大汉。就搞错，就搞错。真的吗？啊，伊想要听彩华姐唱一条歌。什么歌？你讲你讲啥？我自细汉就听彩华姐唱歌，啊，为伊的体格、甲汉操、甲讲话男声，我感觉无几个查甫人赞伊的调，所以我要点一条《爱人啊缀人走》。哦，是，这条会晓，会晓。这位先生看起来敢那阮阿公诶，你讲你自细汉听我唱歌。你讲呢？我讲我一个朋友哦，朋友，伊少年白哦。是啊。啊，少年白，真是你。干嘛我 IQ 未歹就对了，你 IQ 未歹，赞啊，体格嘛未歹。哎呦，不然讲正经，那这两位你要跟对谁？和你做太太？对对对，较戆嘛要跟彩华。阿姊，阿姊，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你听个屁啦！谢谢谢谢，我小姐是阮阿姐去接受的啦。哦哦，什么嘛，顺哥？我不好意思，我跟你打嘞，你免惊，你昏迷，我跟你跟回去。好啦好啦，啊，什么人唱？无啦，你唱哦，爱人啊追落去。哎呦，爱人啊对人走啦。来，甲走落去破声的王彩华，我唱啊。你是在尽头吗？想不到。
来恁破气啊！啊，两位老师，彭公，彭公无啦。我感觉，我感觉姜老师都在边个感觉是安尼的。王彩华唱的四平八稳，因为这是乡亲的舞台，所以想袂到，想袂到，无感情。无感情哦，袂去做感情的咧，他都咧哀鼓啵。啊！啊啊我开过啊！你下个别车，你精华的啊！想袂到，想袂到，你会去对人走遐万车。哎呦，你看了 IQ 无同款，阿尔杰示范。对嘛，我就无管呢，万车啦，想袂到，嘿，是，嘿，想袂到，想袂到，你会去对人走。你看嘛，你去对人走。啊，对人。一百七。什么话呢？一条等当等当就切了呀！一条，我示范一摆，我一摆。太阳出来又落山嘞！你这条啦，你这条哦。我未到，等等等等就会使啊。哎，那等等来想想未到啦。嘿嘿。想未到，想未到，你会去哪？哎哎哎！红心，哇，贵州海底，你吼爱伫扮内底，啊，我托扮了，嘿啊，明讲因为买袂着，所以感情爱过去扮无注意，较注意，你前头托扮来咧脱体，我刚刚就脱太方便，我刚刚就脱裤，我过一遍，过一遍，好，来，想袂到，想袂到。有比较好无？有影无？有无？这有老师教，有差啦。有比较有 IQ 较开嘛？真的嘛？什么物件较开？有只虾啦，有只虾啦。因为对只吼，伊都食伤饱啊，所以拢郁郁啦。啊，即摆有较开啊啦吼。郁郁。哦，有啊。要食云公山嘛？我台湾最近演这个牛郎织女嘛。哎，牛郎织女演耍。演歌戏哦。歌戏，歌戏，歌戏。啊，我甲孙阿爹来咧演伊嘛。隔壁亲家。哎，你有演过？唔捌咧，唔捌吼，啊，我是有演过，以前捌演过，因两个拢捌黎明生顶演过，好啦，因我较早捌演花戏的啊，你有演过伊？七点钟的迄个连续剧女主角啊，啊，刘龙山兄妹嘛，那个田哥制作的啊，田哥制作人制作的，对啊，刘龙山，田哥啦，哦，对啊，我当女主角呢，真的吗？花戏的啊，差不多三十年哦，对哦，对，我做女主角啊，我头一届演你，我惊做三囡仔妈妈，你看，哎呦，那剧本都很像，半暝啊，应该爱困啊，哦，刚才才艰苦，是不是弄 NBA 的不？对啊，很悲，对不对？对啊，后来我也不想演了，我还觉得唱歌比较好，真的，唱歌太好弹了。我刚刚在罗宾斯啊，去耍到最艰苦的，头壳拢戆戆。啊，演戏无简单呢，真认真忝呢。不，台顶较无同款，还好啦吼。好是啊。我今日台顶咱的爱买演过，咱来演出出来以后不？可以你哦，哎呦。好不？好不？好不？
而且我叫江志峰做男主角，我去做女主角，好吧？哎呀妈呀！什么好？一定好！一定不要来补了，对吧？我是干嘛来演这不敢换的？哦，比如讲黄梅调，哎呦，哦，黄梅调啊，嘿，不是什么啦？黄梅调黄先生嘛，黄先生。好啦，跟一段经典名句来演。哎呦，都一段很经典。梁山伯祝英台后，不得了，世界经典。起码我来安排角色嘛。哦，你就是梁山伯嘛，你祝英台，好吧？好不啦？哦，没错嘛，无法度啊，你安排。什么无法度？我你演祝福好啦。英台英爸，啊你演你都。我演啥？林心。林心。我来代播完呢。银心啦，叫英台找我干啦。银心银心啊，我你爱干啦，我爱干小姐你，你小姐爱干我。喂，是爱干丫鬟咩？讲我清楚。那我寡语拢是安尼啦。尽量讲，尽量讲，观众爱听。我不播过伊，安尼要他播的。喂，老外干我老台湾一段是上好看。哎呦，那个是最经典的。起码一开始干逼出来。我干逼干逼出来，爱干。牛三票来告伊，预备备，牛三票进台，这是江志峰老师以及就是阿公阿姐处女座替咱超级夜总会梁山伯祝英台。哎呀，来到这个所在，面头前这敢是英台嘞？梁兄，梁兄他的刀寒声响。听着我就知娘羞，就提来。你，想不到我特来打扰，就一杯。林瑞，林瑞，干了，干了，超虚拟，真假的吗？丢丢丢丢丢，林瑞，好大了！哇！一个敬业的野人，也不待定，就是爱搞当作温情。两兄他的刀寒声，小妹无言可安慰，亲着。想不到我特来到哪，大姐，就一痛。他崔姐，崔姐，丽蕊，丽蕊，丽蕊，我准备要动作了。你这么生头啊？哇！祝高恩，祝高恩，祝高恩的出没半滴啦！两兄弟一道喊声，小妹无言可安慰，亲枕薄酒尽良宵，就太好了！哈哈哈哈哈！酒一杯啊！想不到我特来打扰，就一痛，就一高。梁兄啊！再卖个钱吧。你真的很客气，伊安尼跟他裴勇俊呢，啊对，大家拍一拍过来嘞，谢谢，好，那谢谢王彩华、方瑞，我感谢江志峰的精彩演出，感谢刘松文的魅力秀，感谢郑钧导演的魅力演出化，好的，拜，感谢时间给的余明中，超级夜总会，拜拜，再见。